我的林妹妹，那就算你赚了。不是吗？看来这又一次印证了那句古话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我给你看这张，我看这张，这张好玩。这张怎么回事？我妈说是给我偷拍的，完了当时我特别折腾，完了我妈就问：“喂，妈，奶奶怎么样了？用不用我去照顾一下？”这是两码事儿，不是跟广播站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想气他啊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挂了啊。怎么了？奶奶身体不太好，我妈陪她去县里医院住院检查呢。那奶奶现在没什么事吧？没事，每年冬天不都得做这检查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片看了，《荒岛余生》，汤姆汉克斯。大宁，干什么呢你？你找我有事儿啊？你上虎子他们家干什么？谈工作。大宁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哎，慌。你这拿的什么？行了，大宁，你早点回家吧，你妈在家里等你呢。哎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。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让你别跟着我了吗？哎，我行，你就站这儿啊，别动啊。大鸟，回家。啊，回家。这么晚了，跟人姑娘后背又拽什么呀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回家。听着没？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你这跟人后边转悠什么？干嘛呢？大早上起来的，吓我一跳。有事吗？小李啊，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？帮忙？行，走。走啊，还愣着干嘛？刑法规定，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马云雷，挺不乖沈莹了。哎，就跟电视来罚款宣判似的。是啊，看他以后谁还敢赌。农民有了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，
越来越多的农闲人员加入到赌博行业。他妈天天播啊！让不让老子吹了？随后越赌越输，越输越想搬板。由此可见，很多村民尚未认识到赌博的严重危害性，涉赌者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诱惑村民。崔凤说：“过来试试手气。”结果一试就把钱试到赌场里了。赌徒们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。就凭这个呢，我就应该支持你，表扬你啊！主任，你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。这算什么呀？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不就应该为咱们村多做点实事吗？不过呢，我还是想提醒你，你看他们那些人，在一块那么长时间了，你就凭这个就想让他们散了，那也不容易，你得注意分寸。不是，主任，别弄得大伙面子上都过不去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什么意思啊？咱们村啊，为了他家这个赌窝，三天两头折腾，烦死了。我也奇怪，我跟主任提过他，可是感觉他好像不想管似的。管不了，我可听说二毛他干爹是县里领导，县长。能听见？真能听见啊？赵四儿，你有本事你就永远别回家。哎，你不回家，我就叫苹果全烂地了。你不管，我也不管。你说你把家当什么了？啊，在家里还剩几样值钱的东西？你还叫不叫我活了？你这个大贼，你真是个活大贼。我今天就是想在这来，叫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给家里造了多大的孽。他就是个畜生。不是，你说他娘怎么？那个怎么了？当事人可能还是比较激动，我们先让他平复一下情绪，然后再来吧。平复个屁平复！还有你二毛，你非得娶别人老婆，你不叫你就不叫别人家好过日子是不是？你这个遭天谴了，你等着吧，你也没好，你生儿子你也没屁。你就说说，放学回家以后你都做些什么呀？收拾屋子，写作业。那妈妈不在家，谁给你做饭呀？爸爸。你不说你平时见不着他吗？